冷气用了一年甚至半年滴水，当初安装你冷气的冷气师傅一来说冷气滴水是正常的，或者是刚买冷气不到一年冷气不冷，冷气师傅说补个冷媒就好，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欢迎来到光华小事，我是老柯。影片开始之前呢，先进入工商时间。衣服很容易破，很容易坏，坏掉还不能单买衣服或者是风扇，一次只能买一套，像是一套我用3个月或半年就坏了，所以我决定自己请厂商做空调服。既然决定自己做自己穿，当然首选就是要耐用嘛。目前这一款我穿了快一年，完全没有任何的破损，穿的真的很开心哦。我这次挑选的衣服材质非常的轻，再加上电风扇的话呢，穿上不会有很笨重的感觉。风速有4段变速，电池电力可以在最高速的状态下维持7个小时。我这款空调服与其他品牌的空调服最大的不同是呢，我的背后有这个剪裁设计哦，可以更容易的让风往你的脖子脸部吹。感受到的风量呢，真的是比以往我穿的任何一个款式的风量还要大3倍以上哦。但任何产品都有不完美的地方，如果你在工作的地方有热源，像是厨房之类的，就不适合穿空调服，因为会把周遭的热气往你身上吹，只会更热哦。还有粉尘风沙比较多的工作场所也不行。反正大家要购买之前呢，请先跟小编联络，了解你的职业是不是可以穿哦，避免一来一往的浪费时间。一套空调服里面有衣服、充电器、风扇2颗、连接线、电池，目前所有配件都可以单独购买。现在购买一套还有多送1颗电池哦，送完为止哦。购买7天内若不满意呢，只要是产品与外包装完好的状况下都可以退货。顺带一提，产品是台湾公司大陆制造，要购买之前呢，请先确认这个虾皮卖场，或者是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虾皮连结直接购买。要清洗冷气之前，我会问客户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维修过之类的，客户就会分享维修的过程，就会发现有些师傅啊会利用消费者对专业上的不了解掩盖自己产生的错误。最常见的错误观念就是冷气师傅很常说是冷气就一定会滴水。如果这句话指的是冷气室内机哦，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冷气正常使用是不会滴水的。那为什么这么多冷气师傅说一定会滴水呢？很多时候是因为师傅要掩盖自己安装错误产生的定时滴水。冷气滴水整体来说有2种状况哦。第一种，回风不足滴水，冷气会因为开启的时间越来越长，导致滤网吸附的脏污过多，影响进风的量。进风的量一旦不足呢，就会导致风变得太冷，产生房间空气与冷气出口温差过大而滴水。原理其实跟饮料从冰箱拿出来过一段时间表面会有凝结水是一样的哦。接着另外一种滴水是因为安装导致的，在安装冷气的位置，为了美观让冷气藏在装潢里面太深的话呢，就像这样子哦，就会因为回风处缩小再形成冷气吸风量不足，这样滴水的问题呢就会变得更严重。假设原本1个月不洗滤网才会滴水的话，这个时候如果加上回风处缩小，可能就会变成2个礼拜就滴水。再来另外一种滴水是安装冷气的时候，为了美观把排水管做成平的，时间一长呢，就会因为水管产生水垢堵塞而漏水。那冷气已经漏水，就请当初安装冷气的冷气师傅来维修嘛，师傅就有借口说冷气脏了，清洗冷气顺便赚一笔哦。接着呢，就可以在清洗冷气的过程中把水管内的水垢清除掉，就形成了一个固定冷气漏水必要花费的回圈了，可以说是经典的养套杀概念了。那解决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把冷气的排水管倾斜度增加，自然就不会因为积水而产生水垢堵塞漏水。严格来说，在某些状况下是骗人的哦。骗人的目的是为了收取更多的服务费。最常见的状况就是消费者冷气滤网没洗，导致冷气的风量不足，没有办法达到整个房间的冷房效果。冷气师傅一来看到冷气不冷的原因，只是因为冷气滤网没洗而形成的冷气不冷。
这种状况把冷气滤网洗一洗就解决了，但只能收300-500的服务费。这时候师傅若是改口说冷媒不足，需要灌冷媒，就可以收到1500-3500元的费用。而消费者并不知道冷气冷媒本身就是足够的状况下呢，是很难灌得进去的。也就是说呢，只是做个样子，假装灌冷媒的动作，就可以多收一点费用。另外一种灌冷媒的状况呢，就是冷气真的漏冷媒了，又面临很热的夏天，客户不能没有冷气吹，暂时灌冷媒让冷气先恢复正常，等撑过这个夏天之后呢，再把冷气拆走，做一次彻底的维修。正常的维修方式是找到冷气漏冷媒的地方，用焊接把破洞补起来，才是真正漏冷媒的维修方法。当然也有可能会发生漏冷媒的意外哦，例如室内机或是室外机几年之后产生连接处破裂漏冷媒，这种状况要解决就比较简单了，连接的铜管铜头重做，再补上新的冷媒就好。最后，在现在的资讯爆炸时代，我们都需要学习讯息来源是真是假，才不会被有心人士诓骗上当哦。刚刚前面说了这些滴水或是冷气不冷的案例，其实都离不开清洗滤网，所以你只要觉得冷气不冷了，就先想想你洗滤网了没。当然因为人是实地物的不同，都会有不一样的处置方法，我相信大多数的师傅呢都是非常诚实的，就看当下师傅与消费者如何讨论出最好的解决方式。若你发现我的影片当中跟现场的师傅说的内容不一样的时候呢，没关系，别生气，就换个师傅就好。今天这一集就在这边，喜欢记得订阅、赞、分享，我是老柯，我们下次见咯，拜拜。